Hey Tiff, do you know what a sentence is? 你说句子吗？句子呢是由主词和叙述两个部分组合而成的。OK, 我们先来看个图。左边是主词部分，右边是叙述部分。主词和叙述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两边呢也可以任意的组合。有些组合的意思并不怎么通顺，但在文法上呢都没有错误的。都是一个完整的句子。That's right. 例如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就是一段完整的主词。每一段完整的主词呢都有一个核心的单字，在这里就是 students。其他单字都是用来补充、说明或修饰 students。例如有多少学生呢 ?many students。什么样子的学生呢 ?international students。所以 ,students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主词。以后我们再提到主词指的就是这个最简单的主词。Yes, 叙述也是一样的。例如 ,study Engl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是一段完整的叙述。最核心的单字呢是动词 study。其他单字呢只是用来补充和修饰 study。例如 ,study 什么 ?study English。在哪里 study?In the United States. 所以动词是一个最简单的叙述。我们前面说过，一个句子是由主词和叙述组合而成的。主词就是名词或是一个代名词，叙述就是动词。我们可以将句型分为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两大类，共有五个句型。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及物动词的句型。句型一，主词加不及物动词。我们之前说过，不及物动词的后面是不能够有受词的。例如 ,time flies, 时光飞逝。这句话只有主词 time 和不及物动词 flies 而已。第二种句型是主词加连接性动词加主词补语。连接性动词也是一种不及物动词。我们前面所提过的例句 ,Tiffany is my sister, the sky turned blue,Tiffany 和 sky 都是主词 ，is 和 turn 是连接性动词 ，sister 和 blue 是主词补语。主词补语是和主词有关，是用来修饰主词的，而且主词补语可以是一个名词，例如 sister， 也可以是一个形容词，例如 blue。接下来还有三种句型都是及物动词的句型，我们请 John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Alright, 第三种句型是主词加及物动词加直接受词。例如 ,Jenny made a cake. 你们看哦 ,made 和 cake 这两个字是有关系的。made 是及物动词 ,cake 就是接受 made 的动作，也就是直接受词。如果两个受词怎么办呢？有两个受词的话就是句型是。一个是间接受词，一个是直接受词。例如 ,Jenny made me a cake. 这个句子里面有两个受词 ,me 和 cake。me 是间接受词 ,cake 是直接受词。另外有些及物动词虽然有受词，但是必须再加上一个受词的补语才能够完整的表达意思。这也就是句型五。例如I named my dog, 我给我的狗取名字。这句话意思并不完整，因为你不知道我给我狗取什么名字啊。如果我在后面加上一个名字 Biero 来修饰 dog, I named my dog Biero, 我把我的狗取名为 Biero, 意思就完整啦。Biero 就是受词 dog 的补语。